所以没错，就是说当我们拥有神所给我们的智慧，女子这种吸收的智慧不是只是单单在食物，其实这种智慧应该在我们生命当中任何一个环节。那你就会明白为什么我们是居上不居下，因为我们不是碰钉嘛，不是只是试嘛，我们是真正有足够神的智慧去寻找到万事万物当中的至理名言，寻找万事万物当中的真理。而这样是使到我们与别不同的，即那个的果效 是更加惊人的。就好像我在栽在溪水旁曾经讲，就好像这个世界你会看到人很懂得赚钱的，他们赚钱好像几何级数那么精的。原因就是为什么？因为有某一些技巧是真的会帮我们一个人好像赚钱多过十个人或者一百个人加埋。但我想你知道，在人生当中其实无论赚钱、富足、健康、管理人生、享受天伦之乐、享受在人生当中由细个至到成长当中的每一种的选择和决策，其实里面都可以充满智慧。而当我们充满智慧的话，我们才能够享受了人生过中里面那种的甜蜜。因为无论交朋结友又好，或者讲紧婚姻都好，如果我们没有智慧的话，我们糟蹋了我们自己的时间，糟蹋了生命里面这些珍贵的东西。但如果我们拥有智慧，无论我们在我们自己的婚姻，在我们的身体，在我们的经济，在我们的管理里面，我们都会能够欣赏得到里面的美好，能够享受过中的过程。这个就是神的心意。而智慧赐给我们的目的就是为了这样。因为生命不是只单单去到个结局，生命里面的过程其实是我们人生当中大部分的时间。如果过程当中缺乏了智慧，智慧只是我们靠撞彩的话，靠试的话，那其实人生是很痛苦，是无助，很无助，很迷茫。所以感谢神，当你认识神之后，神就不吝啬不断将他的智慧赐给我们，使到我们很轻易在人生里面居上不居下，作首不作尾。在我们做每件事里面的时候，不单止只是做好件事，做件事已经是一种享受，完成它那个成果亦是一个我们人生当中的奖励。但拥有了神，这个就典型是我们的写照，是我们做人生每一件事的写照，就是我们手所作的凡事尽都顺利。所以就让我们动心的在神的面前去唱出我们自己的感谢。世间一切全无法取代，我
无限温馨吸引着我，赐予我安慰，常在我心里，全让我心感到被爱，神恩待我。漫过高山与沧海，送我心里，如河流，如大水冲洗，被雨爱，如水掩盖。清心中总感慨，你似真爱，紧靠我，从没离开。这世间一切全无法取替，无限温馨吸引着我，赐予我安慰，常陪伴心里，全让我心感到被爱。亲爱的天父，你多谢你，神啊，你多谢你，就是你赐予生命给我们，亦你监察生命的每一个过程，你监察我们每一个的成长。在我们的生命里面，当你有需要的时候，当你缺乏的时候，当你祷告的时候，神你每每都不厌其烦的去倾听我们所说，你知道我们的心里面所祈求。神，我们多谢你，因为生命里面各样的好处，在我们认识你之后，神你为我们一一的展开。我们多谢你带领我们在我们年幼的时候，我们多谢你带领我们在我们还是年轻的时候，但是同样我们更加多谢你，就是我们的生命去到年长，或者甚至是晚年，神你都为我们生命里面预备了我们的路途，预备了適當不同的智慧，去使到我们生活在不同的年代、不同的时空，在不同的过程和成长阶段里面，我们都从来没有缺乏，因为我们有这位神去拖住我们的手，带领我们度过人类的历史的每一个环节。在里面我们看见神你让我们知的、识的、所拥有的，都比这些不认识你的外邦人更加丰富，更加伟大。神，我们为此献上我们的感谢、感恩的心。神，在来紧的日子里面，我们愿意将一切的荣耀重赞都归给你。在来紧的日子里面，我们亦愿意让神你的恩手继续带领我们，带领到我们直至到去到天家之前，让我们在世的日子都能够为你而活，为你而见证你的真实，去见证生命的真谛，见证生命的主仍然在这个时代，仍然会跟我们讲说话，亦仍然会愿意带领每一个凡跟从你的人。神，我们多谢你，神，我们充满着样的心，不单止是今天神你所给我们所认识这些智慧，我们充满着样的心，就是只要我们有生之年愿意在你面前谦卑受教，有生之年愿意去将所有荣耀重赞都归给你的话，我们一生之久，无论去到哪个岁数，我们都会经历那个岁数特有的祝福、特有的带领，因为这个就是神你所设置的生命。神，就让我们享受圣经里面众多的应许，享受圣经里面众多的这些祝福，直至到我们见你的日子。神，我们多谢你，我们多谢你今天的同在，多谢你今天的恩膏，我们愿意将一切的荣耀重赞都归给你。我们这样的祷告，同心合意，是奉主耶稣基督的名字祈求， Amen。